各位观众 ，AI 会议教学系统云端版，你看到的这些都不是在现场，都是在远端。那么你要到任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，当然也 OK。ZR1 这个软体呢，配合着我们这个触控萤幕，做啥呢？老师教学的时候可以依照我们所设定的方向、角度、镜头、焦段，下去做选择。灵敏度怎么样呢？非常的好。还有实物投影机，这里总共有五个通道，分别是1、2、3、4，摄影机、笔电、手机、平板都可以透过 HDMI 输入。其中第五路呢，用的是 USB、UVC、Webcam 系统，你可以加实物投影机来增加你的教学的丰富度。那整台机器呢，这里有个 recorder， 那么这 recorder 呢，可以录五个通道独立画面，方便我们后期取用或上云端把教材丢上去提供给大家。笔电作为辅助控制也可以，那么走的是一条网路线。那么这台机器呢， TPC700 触控的这个多媒体的这个也是导播机的，各位看灵敏度很 OK 的。Webcam 现在还没装，触控的即时性完全没有顿呆，没有 delay。那它这已经编成了一个叫做多点的一个运镜，在 A 通道这边，你可以先设计好自己的路径下去做所谓的巡回，你做几个点，它会照那几个点下去跑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设定每个点要停几秒，那方便度自然而然就是让你可以在一个人做最多功的一个运用。还有什么设备补充呢？对，它还可以控制摄影机。Remote Control PTZ 哈，按照第二路。然后 memory 在哪里？记忆点，记忆点都有一二三四，然后这边 B A B C D 嘛。A G 的一二三四 ，B G 的一二三四。对，你储存在哪一个点这样子？非常的直观，全部中文的哈，没有学习压力的哈。好的，我们这套系统呢 ，A I 什么呢？教学会议系统，有需要的朋友记得预约，咱们来 demo， 谢谢大家。